怎么了？失恋了吗？你把我的花都死掉了。哎，像你这种养花杀手，就不要在夏天养肉肉啦。可是我好喜欢。那我就给你推荐几种在夏天养不死的肉肉，走。你就应该养这一些肉肉，比如说这一个情人类，这个条纹十二卷，还有这个仙人球，这一个玉露，还有这一个玉树。这一些肉肉堪称是夏天养不死的肉肉哦。真的吗？那是当然，这些肉肉我都是放在外面不管，要么晒太阳，要么就是淋雨，还会遇到一种极端的天气，就是像刚刚遇到的那种突然下着暴雨，然后突然又出太阳，这种情况是对这个肉肉是致命的。但是它们不仅没有死，反而都长得还不错。好吧，你不早说，现在知道也不晚呀。如果你也喜欢养肉肉，但是总是在夏天养死的话，可以试试这几种哦。我是立夏，我是立秋，关注我们，让你找到适合自己养的花。